承诺制备案是面向长期异地居住人员的，参保人可以下载江苏医保云 APP， 在我要办模块的异地就医界面操作申请备案，或者在经办机构进行线下办理，办理时只需要签署全省统一的长期异地居住人员个人承诺书，无需提供长期居住证明，以个人信用承诺来取代材料提供。工作人员会在两个工作内完成受理并反馈办理结果。而自主备案面向的是非急诊未转诊的临时外出就医人员，参保人员同样可以在 APP 上申请自主备案，系统接收申请后将自动审核通过，无需上传申请资料，享受备案即开通、申请即办结的高效服务模式。